接下来为您播出大彰化新闻。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历十月十九，古历九月十一，礼拜五的开播。大中华新闻，我是杨素贞。从开始先来关心三十六的新闻重点。中华关年底五合一选举，候选人何处抽签结果出炉，五名登记参选县长的候选人拢亲自到现场，就是属于家己的新闻号码。中华县政府推动中华水果金产品化生产自乐，复兴地区家具业者把希望当成就水果金产品自乐模式，和工厂甲农地和平共存。水族处伫新港平坑村中心路七段601巷的溪底大排进行疏浚工程，有民众反映高雄将清理起来粪扫，直接冲伫排水沟内边。中华县年底五合一选举候选人何处抽签结果出炉，五名登记参选县长的候选人拢亲自到现场，抽出属于家己的幸运号码。在县员的部分，九个选区的县员候选人大部分嘛拢亲自到现场抽签。五位县长候选人难得坐做伙，准备抽出属于家己的幸运号码。中华县选委会嘛，简单来说明抽签的注意事项。资格经过中央选举委员会审定合格，所以今天邀请各位候选人来参加我们的这个姓名号次抽签。随后就依照登记的顺序来抽签。第一个抽签的洪炳雄是来抽到五号，争取前任的县长吴炳国是抽到签王。一号，一定连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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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个抽签的是无党籍的吴文玲。四号，一定当选，黄文玲一定当选，一定当选。国民党的王惠美是来抽到二号。二号。最后一个抽签的白雅灿是来抽到三号。第十八届中华县长候选人何处抽签结果分别是：一号是民进党的魏炳国，二号是国民党的王惠美，三号是无党籍候选人白雅灿，四号是无党籍的吴文玲，五号是无党籍的洪炳雄。大众新闻张世良中华采访报道。年底五合一选战，候选人何处出炉？国民党中华县长候选人王惠美，在十月初五提出交通政策了后，十九号再次提出改造中华、翻转命运二部曲，发表产业建设蓝图。国民党提名县长候选人王惠美再次找来国内交通建设专家，说明新一波政策。王惠美指出，透过有系统的交通网络建设了后，搁再配合放松交流道的定区，提升产业投资的有利条件，形成都会甲新兴产业主导，将中华建设成为有主体性的台湾第一大关。我们土地重划展愿景，蜕变翻转新都市。我主张交流道临近的农业特定区，除了保留农业发展必须用的土地之外，要配合在地的产业、经贸、工商、都市、住宅等发展的趋势跟它的需要，来进行土地的活化以及再生。这将对于彰化未来建设发展将产生重大的一个影响。为此，我们首先要有完整的都市建设蓝图以及产业发展的策略。所以我提出，第一，和美交流道特定区，那建设彰化西北产业聚落的廊道。王惠美强调，配合都市发展、土地活化，透过在地产业全球化、国际产业起亮点的产业政策，将会达成交通、都市、产业三合一的新产业建设新蓝图，让大家过着在地就业好生活、一生一世美家园的愿景。
中央新闻中西梁中华采访报道。中华县政府推动中华水五金产业化生产组的将要辅导临时登记的工厂就地合法化，这也让复兴地区家具业者串联向复兴乡长参选人张延廷来反映，希望寻求水五金产业组的模式，帮忙争取家具产业化的生产组的。农地顶端一间一间的工厂，形成复兴首次家具生产聚落，也来打造地方经济。咱复兴乡的家具的业者呢，总共要到300间，干那阮秀厝村就超过要到70间的这个家具的这个生产聚落。在咱台湾的生产的这个占有率呢，占差不多30%。啊，咱所做的家具拢是一般咱室内用的家具，包括客厅家具、房间家具、加这个餐厅的家具拢总有，所以讲伊的产量、伊的项目咧，包括真快。啊，咱复兴是一个生家具生产真集中的一个聚落，所以讲因跩人咧拢伫遮咧做，希望讲吼以后因顶若当选有机会，向咱的中央、向咱的县政府来争取一个家具专业生产区，把跩家具的业界咧甲培养起来，未来咧会当做成一个啊真大，会当做一个。一个真专业的这个生产的所在。复兴秀厝地区是家具生产的重要聚落，虽然即卖工厂有来开着临时工厂登记证，不过七年的年限敢若剩2年外，业者就希望会当寻求水五金产业化生产聚落的模式，让工厂甲农地和平共存。因因生产聚落无哈，嘛是用个特区安尼，因讲复兴这边的这个家具哈真多。包括咱旧的这个旧的人口数哈，可能几啊千个安尼，就讲咱希望讲咱这个官府，包括咱的县长，会当甲这个中央，来甲咱这个争取，来甲咱反映一个安尼，和咱这个复兴无哈，咱这个家具哈，会当大家哈安尼来认真。来拍拼，啊来做安尼。政府伫咧重整农地工厂的时阵，应该爱多面化来辅导业者，让台湾之光的工厂卖去占用着农地，同时甲对环境的冲击降到最低。多种化新闻林国英复兴采访报道。财团法人仁爱赞助基金会收录河美实验学校学生精美的创作，以想象力为主题制作成2019年的作品。就业服务通，让您就业好轻松。让我们来看看本周职缺。玉山当铺，鹿港镇中正路332号，汽机车借款、黄金、名表，中小企业打借款、支客票还款，电话775591，电话775599。从政以来，我一直很努力，过程中有挫折，有收获，我坚持做好，做更好。才不会辜负乡亲对我的期待。改变彰化，我准备好了。咱中华关帝庙已经有283年的历史，祖先佛祖关圣帝君以及文昌帝君，即位中秋入庙做佛祖来殿。依照传统的科仪来盛大举办，伫个10月28日到11月7日，邀请十方神仙大德共沐神恩。我是中华关帝庙管理人、彰化市长邱建富。关帝庙中秋流愿做福寿大典，欢迎大家来参加。你看，都无水啊啦！平常时无水啦，啊，落雨就积大水，啊，要哪生活？为民服务25年了，每单人的心声，业民拢知影。我是李业民，我有能力改变花坛。
现在收看是开播大中华新闻，我是杨淑贞。明仔是拜六，也是旧历的九月十二。根据通讯记载，明仔在位于东南方，好时是透早五点到七点适合入菜。继续提供详细农民资讯，可详情参考。位于新港乡鼎兴村中心路七段601巷的溪底大排，水事处在这个月初进行疏浚工程，但是民众向民意代表反映，包厢将清理起来粪扫涂刷，直接放在排水沟内面，一旦水位升高，粪扫就放水流，失去疏浚的意义。新港乡鼎兴村中心路七段601巷的溪底大排，水事处在这个月初进行疏浚工程。但是当地民众反映，工程清采无确实，失去了疏浚的意义。排水沟吼、有申请来开啦，结果包厢桥卡的土拢无清起来啦，卡卡的草啊，规堆也无甲你载走啦，当等伫边啊。较早拢入土车往人路内底卡出来，卡落去再卡咧车顶安啦。咧高温时都无上班休困无看，第二路啊出来是。刚才看到，囝仔在堵出来，囝仔在堵出来，边仔滚滚的在堵出来，安尼尔。这个留来伫遐，阮往狗仔在狗在扭起，哎，狗阮就巴肚扭。清除也无好，一挂废土、杂草，拢清伫狗仔边，啊，无再走，啊，影响一挂居民的生活品质。啊，民众伫咧反映讲，这包厢。安尼是偷工减料的行为。桥墩内块土沙一大片，当地民众讲，水甲粪扫流到遮都卡掉咧，只好靠因自行清理。广富水族处水利工程科的科长刘耀文表示，疏浚工程还未完工，会赶紧派人前往了解民众的困扰，而且请包厢好好处理后续的清除工作。多中华新闻叶宏武新港采访报道。天主教台中教区所属的八个启智机构所组成的曼菲天使家族，在彰化市自外教养院举办优先企业赞助革命仪式，透过企业爱心筹募助学助用经费，和爱会当继续蔓延。天主教台中教区有八间启智机构，长期服务500个身心障碍家庭，但是每10个家庭都有3个是弱势，需要长期帮忙。每年需要的助学助用经费高达100万以上，透过企业赞助革命来弥补机构面临的经济缺口。这几年差不多捐献的部分拢一年比一年少，所以这也是我们碰到的一些一点点困难。但是我们真的也很感谢，在这种状况底下，还是有很多的企业主，他们用回馈社会的这种心，这个发挥他们的爱心，对我们所有的这些服务对象的帮助。所以，诚心企业赞助的不只有金钱，也够透过手工的教学，和这群曼菲天使也有机会会当展现才能。我们认为，在这个过程有很多其实不需要太多繁复的这样子的动作，那小朋友呢就可以透过这样子的方式，然后把原来我们看似很一般平常的这样子的木头跟植栽来做搭配，那它是很好的心灵疗愈的一样的一个作品。曼菲家族的行政表示，希望诚心企业或者是社团会当共同来响应，也透过认购跟义卖机构的产品来筹募助学跟助用的经费。大众新闻，张世良、中华彩虹报道。在彰化县林内赞助基金会收录河美实验学校学生的精美创作，以想象力为主题制作成2019年的桌历。在九和尚澳举行开幕记者会，学生也到现场分享创作的理念和过程。河美实验学校举办2019仁爱桌历开幕记者会，今年以想象力为创作主题。这一个主题就是我们一直坚持，也是希望给我们特教的同学们有更多的发挥的管道，因为他们可能在某个部分被人家所限制了，但是因为我们大家的爱，让他们能够悠游在
其他的领域，也让我们看到他们的优秀的一面。孩子透过老师们很用心的一个指导之后呢，他们呢把他们的生命力量哦，透过挥洒还有画作的方式呢，呈现在我们所有的这些师长的面前哦。那这边要特别感谢我们长期支援还有鼓励我们孩子的仁爱文教基金会，提供给我们的孩子一个最棒的生命舞台。想象力是上天赐予每一个人上好的礼物，是天分，是与生俱来能力。来自屏东的林英秀，去好想找证书，在老师鼓励之下，为画图找到自我和生命的价值。虽然我和途中遇到许多的困难与挫折，但是一想到老师跟我们说的，画画没有分对或错，大胆的画下去就对了，使我心中燃起了无限的希望。上课老师画的那个缠绕笔法，我觉得很好看，而且完成的话很像一个人的个性。而老师就是看完老师的闪，就联想到他的个性，我觉得蛮准的。然后我就照着这样画出我的个性，就是偶尔就是大方跟细腻。这是我第一次这样画在闪上的作品，然后我大概花两个礼拜吧，每次下课啊，晚上回家就不断画画画画画。昨日开幕记者会现场，由何必祥学校的学生带来精彩有活力的开场表演。创作者透过现场展出一百个一百充满热情的作品，来表达因对未来期待和勇气。2019仁爱助力总共收录32组学生的创作，有兴趣的民众会当去何必祥学校的官方网站查询更加多助力义务的相关资讯。多种华新闻一方有何必采访报道。中华地检署反贿选19号上午在鹿港老街的公会堂，透过布袋戏表演方式建立民众反贿选观念。看老日，看趣味，拢伫鹿港当有鬼。看歌星抽大奖，坐鹿港来翕相，小食用真澎湃。阁有免费的 DIY 等你来，按10月6号开始，精彩的表演甲热门的活动，拢伫鹿港当有鬼。东游鹿港，一同繁祥。我是鹿港镇长吴正安，2018年鹿港当有鬼，邀请大家做伙来鹿港佚佗。议员曾玉基，大家欢喜笑眯眯。我是彰化县议员候选人陈玉基。玉基的竞选总部在咱10月21日下早啊9点开始，欢迎乡亲来到老热，甲玉基斗加油，和玉基的搭档阁为大家来做服务。好康来报道 ，HD 免费频道任您看，真正的1080高画质，比比看就知道。不但高画质，频道内容选择多更多。打开遥控器，235台至244台，一连10个 HD 频道，让您满足视听的享受。独享的 HD 免费服务，新频道就是对您比较好。跨越太平洋的两个城市，用感动与欢笑编织出的双城故事。上官，我在旧金山。四颗真心相遇，寻找再一次爱的勇气。现在只要打开 My Video 就可随选随看，精彩剧情不间断。每周六晚上10点线上独家免费看，要追剧就选 My Video。
欢迎继续收看开播大中华新闻，我是杨淑晴。中华地检署因应年底五合一选举，十九号上午伫鹿港老街的公会堂，透过布袋戏公演来建立民众反贿选的观念。平常时办案严肃的检察官甲主任检察官，即届无顾形象落海演出，拢是要来因应年底大选选举，揢着布袋戏红啊，宣导反贿选。我想任何的政府的法令的宣导要跟民众相结合，那侬怎样？布袋戏是咱台湾的精神，鹿港嘛是咱台湾上重要一个城市，所以讲我们从鹿港出发，我们用民众所熟悉的这家的戏，好大家了解反贿选的重要。好，我想杜阿雄心的反应都非常的热烈，我相信今年的选举大家都知道不能买票，不能卖票，我们对我们彰化的县民有信心。随后，检察长也派到中华地检署反贿选总指挥的蔡大，带领地检署同仁甲志工，伫咧鹿港老街进行扫街反贿选宣导。选举已经紧锣密鼓了，每个候选人都已经有好次了。我们预祝每个候选人能够心想事成，但是我希望是在一个公平的选举之下。好，就如同掌中戏，他所表演的意涵就是一切要公平。在你年底大选，参选人何处抽签当天进行布袋戏反贿选活动，充满查贿选、反贿选的决心。地检署也希望全民做伙抓贿选，创造中华地区净化选风。多中华新闻林桂英鹿港采访报道。教育替代役确定今日历史，河美培英国小特别帮学校的末代替代役男举办毕业典礼，培英全体师生也来送上满满的祝福。实行将近二十年的教育替代役，确定要建立历史。培英国小末代替哥李义昌也结束服役。培英国小全体师生感染替哥，伫培英三百外日子以来陪伴佮帮助，特别举办欢送会。我非常感谢义昌的地方，就是他虽然是一个阅读替代役，可是他发挥自己的专长跟兴趣，帮忙学校把英文的特色呢发展到极致。那他就像校长手中的这个精品一样，创造自己的价值。在我心目中，义昌哥哥就是一个能够创造自己价值、为别人加分的一个非常好的年轻人。他在英语还有电脑方面的能力都很好。然后跟我们相处的也非常的愉快，祝福他呢在未来呢一展长才，对社会有所贡献，也希望他呢不要忘记我们培英的小朋友，多多回来看我们。替哥我爱你。替哥李义昌透过导师自行的专长，替学校推广校本，另外也利用外语同侪担任学校活动的司仪、翻译，跟学生进行英语对话。一开始当然会觉得说，哎，进到学校不知道到底自己对学校有没有。真的能够实质的帮助，毕竟自己并没有小教的经验或其他教育真正的实习啊或认证，但是后来发现其实学校校长、主任、老师他们都会愿意让我尝试，或甚至觉得说我有什么专业的能力可以在这边发挥运用，那其实都让我获得不少经验。那当然小朋友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对象，毕竟他们还很天真，他们还很勇敢。要离开了当然是很舍不得啦，因为毕竟跟大家都有感情了，而且在这边互相学习经验，当然也会想要留下来，就是觉得说小朋友们都这么可爱，想要看着他们毕业等等的。小朋友听过我说我顾不过了吗？学校的校长、主任、老师、个学生，虽然唔甘替哥要为培英国小毕业，又完上上满满的祝福，伫刷落来人生真是高飞。多中华新闻叶宏武何必彩虹报道。拜六开始到后礼拜二，东北风渐渐减弱。拜六的透早气温同款偏凉，但是日时气温回升，各地水汽嘛偏少，所以大部分拢是晴云好天的天气形态。
上就是今日十月十九的开播大中华新闻，感谢您的收看，我是杨淑晴，祝福乡亲万事顺心，咱再会。彰化县乡间的这些长者啊，哈啊，可以说年纪都很大了哈。那因为子女啊都到外面去就业，所以我们把这些长者都集中在一起，让他们能够共餐，过团体的生活，大家互相学习，在地啊养老，在地啊老化，让他们能够啊获得快乐，获得健康，获得长寿。那我们对这些长者啊，在啊，这个社区里面关怀据点啊，他们能够互相来照顾，这是我们彰化县政府啊未来要推动长照关怀据点啊落实在每一个巷弄里面啊，希望哈、每个巷弄都有长照的据点，让这些长者啊都能够啊获得很好的照顾，这是我们彰化县政府啊责无旁贷要做的事情。彰化县哦，对长辈是非常的重视，尤其我们卫县长哦，我们的长辈有非常好的福利。我们目前彰化县有160个社区关怀据点，那这个社区关怀据点呢，有公餐，有送餐哈，然后我们还有健康促进的活动。大有社区是一个非常棒的，可以看到他们的长辈哦，来这边都非常的快乐。一起来这边，我们上很多的课程。那因为他们这些社区呢，把它改造。所以就变成长辈一个很好的一个休憩的一个场所。这些长辈哈是我们大家的宝贝，只要说对长辈好的任何一个好方法、好点子，都很乐于来呈现。对长辈的关怀，我们责无旁贷。新频道好康来报道 ，HD 免费频道任您看。真正的1080高画质，比比看就知道。但高画质频道内容选择多更多，打开遥控器235台至244台，一连10个 HD 频道，让您满足视听的享受。独享的 HD 免费服务，新频道就是对您比较好。跨越太平洋的两个城市，用感动与欢笑编织出的双城故事。什么？我在旧金山。四颗真心相遇，寻找再一次爱的勇气。现在只要打开 My Video 就可随选随看，精彩剧情不间断。每周六晚上10点，线上独家免费看。要追剧就选 My Video。电影就看大荧幕，立即按下遥控器的指定按键，进入机上盒 My Video， 上万部电影、戏剧、动漫都在 My Video， 零元强片看到饱，只要一键，让你家变成电影院。